大秦帝国第二部《国命纵横》第六章《风云再起》。这时，明月淡影，身后已经显出鱼肚白色，松林间已经降下白茫茫霜雾。两人对饮了最后一碗照酒，白衣人就消失在霜雾迷离的河谷里。张仪看着那细长的白色身影渐渐隐没。 自觉胸中发热，不禁长笑一声，左手拔出无钩，力劈，一段枯树，咔拉裂开。霜雾消散，红彤彤的太阳爬到山顶时，飞云送饭来了。张仪将昨晚的事大约说了一遍，飞云惊讶得直炸舌：“呀、yeah,，昨夜那公子住的老屋，一直没生气。” 我悄悄从窗下过了两趟，听出屋里根本就没有人。你说这公子是不是那公子？张仪沉吟道：“有可能是，然不管此人身份如何，却绝非邪恶之徒。不要说穿，借他之力，我先到秦国再说。”飞云点点头：“那好，我赶紧回去收拾打理一下。” 张老弟，咋办？老钱金币还有多少？请老人家到安义买所房子，安度晚年吧。只有二百钱，三个金币了。张姨大手一挥，全给老人家。老屋<巫>烧了。张姨咬牙吐出两个字：不烧。 飞云红着脸喊了一声：“我来处置，不用你管。”站起来，匆匆走了。想了想，张毅终于没有喊回飞云，任他去了。他知道，飞云从五六岁的孤儿被母亲领回，就一直在老屋与母亲共度艰辛，共尝甘苦。鲨鱼回乡，又是飞云与张老爹苦苦撑持，才保他守灵再造。 魏云与张老爹对张庄老屋的依恋，比四海为家的自己强烈的多。罢了罢了，还是叫他们处置，何须一定要摆出一副明示不留退路的作派？心定了，张仪开始整理自己的随身之物。衣物不用他操心，他也弄不清自己的衣裳有几件。需要他自己动手的是两架书简。 还有自己三年来撰写并腾刻就绪的一堆策论札记，那些札记是自己的心血结晶，也是自己痛彻反省的记录，更是自己生命的一部分。他将必须携带的书简装进了一只大木箱，那些札记则特意用母亲留给他的那只铁箱装了，而且将那只小小的铜钥匙系在了。 佛经贴身处。突然，张仪心中一动，又将两只箱子搬到母亲墓旁的一个小石洞里，又用茅草上盖妥当。一宗宗做完，天也黑了下来。奇怪，飞云如何没有上山送饭？出事了吗？心思一闪，张仪摘下五钩，大步出了茅屋。 江籍南面山口，突闻河谷中一阵隆隆沉雷，仔细一听，张仪立即辨出这是马队疾驰，且是越来越近。张仪机警异常，看看四周，快捷的爬上了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。片刻之间，马蹄声止息，一片清晰沉重的脚步声进了北面的山口。是当明月出生。 依稀可见，一对甲士开进了松林，散成了扇形，将茅屋围了起来。一个带见军吏，高声命令：“守住道口，不许任何人进来。”经验将军点起火把，随我去见先生。说着，便见一只火把点起，两个身影走进了茅屋。片刻之后，两个身影又走了出来。军吏道。 先生显然走了，我等也只好回去复命了。那个举着火把的荆烟答道：“该不是赵国将先生请走了？我却如何向武安君交令？”君立笑得很响。老话真没错，燕人常疑赵，如今两国结盟了，我若捣鬼，太子如何对武安君说话？经烟叹息一声。 哎，也是天数。张仪没贵命，武安君好心也没用。君利笑道：“将军若不放心，可带石岐留下，继续访查。”景言道：“武安君安危要紧，我如何放心的下？既然如此，也不用费心了。有一信放着，先生会看到的。回兵，将士们收拢成一队。” 又出了北山口，片刻间便闻马蹄声隆隆远去了。张仪见马队远去，下了大树，走进茅屋，点起风灯，发现石板书案上赫然一个扁薄的铜匣，看来这就是他们方才说的信了。张仪拿起铜匣端详，一按中央铜钮，铜匣无声的弹了开来，匣中红锦铺地。 一个火漆封口的羊皮纸袋，正在中间。五钩尖端轻轻一挑，羊皮纸袋撕的开了一个口，一页羊皮纸唰的掉了出来。张仪拿起一看，极为熟悉的字迹，立即扑进了眼帘。张兄如面，合众有望，其事已成。我已向处理奇。 见兄入秦，望兄与时俱进，对我合纵？兄做对手，苏秦当更替力奋发，再创长策，破我即助我，此之谓也。时势诡谲，安逸不安？望兄作速入秦，大振雄风。苏秦，大梁秋日，好。一眼瞄过，张仪已是。 血脉奔张，苏秦已经在战场上向他招手了。张仪岂能拖泥带水？苏秦如此襟怀气度，张仪自当全力施展，使天下大浪淘沙。看来入秦已是事不迟疑了。苏秦既然已经向秦国上大夫荐举了自己，便说明秦国已经知道了自己。且慢。 一个念头突然生出：秦国既然知道了自己，为何却没有动静？是秦国君臣迟钝吗？抑或另有隐情？既然说不清楚，最好还是不要冒失，要沉住气，做成大事不在三五日之间。一番权衡掂量，张仪已经冷静下来。入秦是肯定的，只是不能贸然。 这是最后一条路，不走则已，走务必成功。如何能在扑朔迷离之时贪图一时痛快？苏秦说：“时事贵谲，安逸不安？竟是何意？”对了，苏秦肯定发现了有人对自己心怀叵测，提醒自己早日离开这里。这人是谁？目前看来，似乎是赵国。 可是，就必然没有秦国吗？古往今来，国君求贤而佞臣杀贤的事数不胜数。若果楚里疾是个小人，担心自己入秦威胁到他的权利，难保不私下控制自己。情势没有完全明朗之前，就无法排除这种可能。思忖一番，张仪觉得自己还是按照原来的谋划行事较为稳妥。 白身入秦，看清再说。一阵匆匆脚步声，飞云送饭来了。张仪心中兴奋杂乱，也确实饿了，狼吞虎咽吃起来。几只吃完，却见飞云直抹眼泪，不禁惊讶。飞云，有事了，说呀。飞云带着哭声道：“张老爹不要钱。” 也不离开老屋。我看，老人家有死心眼。张姨二话没说，拉起飞云便走。老人是张家的三朝管家了，从迁出安邑开始，张家上下便呼老人为张老爹。四十多年来，张氏家族的风雨沧桑，就是老人的兴衰荣辱。老人对张氏家族的忠诚。 功勋几乎是任何人都不能比拟的。如今，老人家绝望了吗？陵园离老屋只是山上山下之隔。张仪大步匆匆，片刻到了老屋门前。三年未下山，他发现张庄已经比当初有了些许生气，门前已经重新栽上了一片小树林。 茅草小门楼也变成了青砖门房。他顾不上细看，推开门进得庭院，高声道：“老爹，我回来了。”见无人应声，飞云轻轻推开了堂屋大门，骤然之间，飞云哭叫起来：“老爹，何苦来呀？”张毅急忙进屋。 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。张老爹跪在张姨母亲的灵位前，鲜血流淌，腹部已经大开，双手依然紧紧握着插在腹中的短剑。老爹，张姨骤然哽咽，扑地跪倒，抱住了张老爹。老人艰难睁开了眼睛。 公子，莫忘故托。软软的，倒在了张仪怀里。老弟，安心走。张仪泪如雨下，将老人的眼皮轻轻抹下。北云，给老爹穿上最好的衣裳，安葬陵园。 天将拂晓，霜雾迷蒙，一辆灵车缓慢的驶上了通往张氏陵园的山道。太阳出升的时分，一座新坟堆砌,砌在张仪母亲的大墓旁。张兄远主仆同葬，自来未闻，你不怕天下嘲笑吗？终结无贵贱，大义在我心。 他人嘲笑，鸟。张仪愤愤然骂了一句，飞云忍不住笑了，笑脸上挂着两行晶莹的泪珠。大哥，叫小弟好找。随着话音，那个英秀的白衣药商飘然而来，走到近前，却觉得气氛不对，稍作打量，已经明白，立即走到那座新坟前。 肃然一躬。老爹啊，多日蒙你关照，不想你却溘然去了。老爹走好，晚辈年年来宿水，定会为你老人家扫墓祭奠的。说罢，长身拜倒，肃然三叩。张仪不禁唏嘘道：“兄弟啊，罢了。”飞云走过去，抹着眼泪。 扶起了白衣后生。大哥，白衣后生道：“素水河谷已成多事之地，我等不妨今日便走，如何？”张仪默然片刻，看看飞云，飞云道：“给我两个时辰，但凭张勋便了。”张仪点头道：“好，午后走。”白衣后生笑道：“大哥尚不知我的名姓，实在惭愧。” 我叫英华，宋国英氏后裔，日后就叫我华帝吧。小妹，你可该叫我大哥。飞云笑道：“耶，宋国英氏，那可是天下大商家了，难怪神秘兮兮。”英华咯咯笑道：“不就悄悄捕老虎吗？小妹为我操心了。”哈哈哈哈哈！你们俩呀，针尖对麦芒。 张仪笑道：“别聒噪了，分头准备。华帝，我听你吩咐。大哥明断。”英华笑道：“一路行止，都听我，保你无事。”秋日西沉，晚霞染红了满山松林的时分，一队商旅车辆驶出了宿水河谷，上的官道，车队连林,林即行。 沿着大河北岸，直向西去了。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